悟空啊，去看看。好，是。我也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这好久了。你看看他俩，你看，干嘛呢？就是这个红红，不是要跳楼吧？全马山是高的呀。哎，这两个人都已经站在城楼上三天三夜了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两口子吵架吧？曾经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，直到失去之后我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，我会对这个女孩说三百次。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送上贺礼，为您祝寿，请玉帝为菩提老祖赐福。菩提心怀大慈大悲，朕愿为之加持，赐予其智慧。善念，万物有阴阳，智慧善念皆为阳。你可愿加些阴霾之气，使万物遵循平衡之法？谨遵玉帝发旨。一点点就好。加点什么呢？煤气如何？一点点哦。只要不轻易下凡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没事没事，大不了多倒霉一点呗。玉帝，嫦娥仙子已经备好了新酿的仙酒，恭候多时了。快快快，朕要为仙子赐福。拜见玉帝。嫦娥仙子，快将你的酒分给众仙家。各位的酒杯可装不下我的美酒。仙子，那你的酒在哪里啊？仙酒就在那里。
不过，臣最近酷爱鉴赏名剑，久闻陛下成仙之前所持紫青宝剑法力无穷，臣想一睹其风采，再呈上美酒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弼马温。什么弼马温？就是上次您喝多了，赐给花果山一只石猴弼马温的职位。哎呀，我真是太糊涂做够了，你玉帝的位置更适合我。天下无双，晴空万花。
帝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美猴王才不稀罕呢！我要做齐天大圣。呸！你还美猴王？你一脸猴毛，哪儿美呀？你就是把毛都剃了，也没我高大威猛帅气。玉帝，你竟然有一弟妹？这只妖猴，他觊觎玉帝之位，触犯天条，天兵天将，快接纳他！酒非同一般，他恐怕是喝多了。恭喜玉帝，用一杯酒就击退了妖猴。哼，不能让妖猴继续为非作歹。天兵天将，继续通缉他。这里这么多人呢，玉帝寿辰在这昆仑仙山下沐浴彩虹雨，便会一身好运，自然人人都想来接受洗礼。哎，你们看，有人在放起小风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用法力，确实有点费劲。姑娘，这绝小峰岩壁陡峭，据说没人上去过，你何必为难自己呢？因为啊，我要重烧覆水。我没听错吧？这姑娘说她要重烧覆水。据说，这彩虹雨就在这彩色云之中，在经过绝小峰峰顶的大树时，会有片刻凝结成雨。只要将其收集起来，就如同重收覆水一般。但是不久，云朵散去，彩虹雨便会倾盆而下。
仙童说，天蓬元帅约我到此，可有什么事儿吗？天庭这么大，仙子却偏偏走进了我城堡的地方。不是你让我来的。你这磨人的小妖精，总是这么聪明。我可是仙子，你居然拿我跟妖精相提并论。听说你最近酷爱鉴赏古剑。对啊，这是我从品鉴堂精挑细选出来的十把名剑，今天你不看完不许回家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走了。哎，干嘛呀？给个面子，多少看一眼再走啊。哎，仙子，你是第一个敢对我动粗的女人，不过我喜欢。哎呦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好了，乖，我们继续看剑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打我干嘛？我好容易找出来的剑，就让你开心一下吗？你干嘛打我呀？就算有再多剑又怎么样？我要的只是玉帝的紫青宝剑。为什么呀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位姑娘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这么长妖孽，你自己做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口有点渴，喝点水。你也要喝？我杀了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姑娘，我知道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但是请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负责？我昨天好不容易登上绝小峰，我准备利用彩虹雨来覆水重舟，结果呢，你这么一只大猴子天上掉下来，把水全都弄散了。我今天早上好不容易又采集了露水，准备再次覆水重舟，你给我把它喝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？你还想要什么呀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就说因为我坏了你的大事，那你说怎么补偿吧？补偿？覆水难收，我好不容易想到办法完成这件事，结果你呢，连续给我捣乱。好了，现在我完不成三个难题了，我也得不到紫青宝剑，你说怎么补偿？什么三个难题？什么紫青宝剑？是我凡胎一只妖猴，你怎么可能知道紫青宝剑的秘密？那你倒是说啊，我大圣无所不能，何况三个难题了。原来你这么费尽心思的酿造仙酒，是为了跟玉帝交换紫青宝剑。没错，紫青宝剑能辨真情，虽然只是传说，我也想试一试。你想问什么呀？我只是想问，我是不是只能永远独居在清冷的月宫，再也遇不到我的真爱之人了？这个人世间的缘分啊，就是如此的神奇。你无心插柳，但却白柳成荫。你想找的真爱之人呢，其实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说你是真爱之人，我可不信，更要把紫青宝剑找来验证一下了。还验证什么呀？不是怎么验证啊？哎，再说你现在仙酒都没了，你拿什么跟玉帝换啊？你说的也没错，你我虽然都是神仙，但也无法让时光倒流，还说什么真爱呀？大家都是神仙，所以才般配呀。仙子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哎，
静子，时光倒流。我从小啊就坚信，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踏着七色的云彩，身披金甲圣衣来娶我。依我看，这天上天下，盖世英雄只有我一个，还有什么金甲圣衣，我那儿多了去了，我都不稀当穿。你能不能赶紧说那三个难题？连三件难题都不知道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盖世英雄？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？是这样的，玉帝呢，得道之时，曾挥动神剑斩断了青丝，这把神剑啊，正是紫青宝剑。紫青宝剑呢，因此就通晓了天人魔三界所有的情爱之事。现在啊，插在离恨天堂虚幻境的青梗石上。我只要得到紫青宝剑呢，就可以知道我的意中人在哪里。可是必须要完成三个难题，就是覆水重生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，而且不能使用任何法力。哎，总之啊，只要是完成了这三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了。等会儿。你说什么？完成这三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里。不是人选。三件难题：覆水重生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。也不是这一句。啊，玉帝得道之时啊，曾挥动剑。没错，就是这一句。这一句？这句怎么了？这把剑是玉帝老儿的。对呀。所以我帮定你了，只要是能够奚落这个玉帝老儿的事儿。我一定义不容辞。你说的简单，光是覆水重生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够难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想到用彩虹雨来完成，结果呢，都被你给搞砸了。现在啊，我都不知道彩虹雨什么时候才能遇到。得到紫青宝剑真的很难啊。重生覆水，交给我吧。我家花果山呢？你家？你家怎么能重生？喂，哎，请你的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这些？你早说呀！花果山物产丰富，什么没有？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这儿，没有那儿。我早该想到了。你就是一只猴子，你怎么会明白我说那些呢？好啦，你现在也回家了，我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啊。不就是覆水重生吗？有什么难的呀？嗯，跟我来。喂，好漂亮！你是说这儿可以重生覆水啊？没错。哎，不愧是个傻猴子。这儿呢，瀑布虽然好看，但是紫青宝剑要求的重生覆水呢，不是什么水都可以的。你怎么就知道这是普通的水呢？你看这个瀑布的造型，每天哗哗哗的往下流。像不像是有人在上面往下倒，每一滴都不会重复。真的是太浪费了。那好，来都来了，怎么样试一试。等一下，地方呢是没错，但是呢我们还要再等一等。等等什么？来了。
等会儿再跟你证实一些事，先办正事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，对吧，小李？哎，我听说天界的龙门呢，每年会在特定的时候开启，这个时候只要越过障碍跳进龙门，就可以变成真正的飞龙。以前我只是听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好啊，小李。你别看他叫小李，他可是在这跳龙好几百年。哎呀，大圣，女孩的年龄是不能说的。这一下知道大圣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了。鱼跃龙门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努力向上的过程里边呢，就算是瀑布急流也能溅起水花，虽然水花少，但是却很珍贵。这会儿你知道我说的没假了吧？假是不假，不过小李游一次都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你要是用这种方法呀，挤满一瓶，根本不可能。想要成为龙的可不止我一个。心生惧怕，怕的就是佛道长远，路途艰险，而不想亲近佛道。想要彻悟成佛，只有用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。若能转悟，则同如来，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。佛祖，太白金星来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玉帝何事？凡太白金星前来。花果山有一石猴，有些本领。玉帝曾召他上天庭，封为弼马温。谁知他嫌官小，竟反了天庭，自封齐天大圣。这妖猴神通广大，众天兵天将出马也没能将其收服。如今这妖猴已逃离天庭，势在紧急，因此玉帝特请如来相助。齐天大圣，这个成精的猴子
胆子实在不小，妄想夺玉帝尊位。在座诸位，你们都听到了，可有人自告奋勇去擒那猴子回来伏法吗？谁去合适呢？此人选也要谨慎啊，此去必须将妖猴一举拿下才行。正是，不然岂不是更加的助长他的威风？阿弥陀佛，其实睡觉也是一种修行。这位是我的二弟子金蝉子。阿弥陀佛。既然如此，捉拿妖猴的任务就交给他吧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拜托大师了。大师既然是如来所见，想必定有一身非凡的本领。只是那妖猴凶狠非常，大师千万小心。我这就回天庭回报玉帝，静候大师佳音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什么豪子？你静候什么佳音？哎，那个谁呀？你慢点飞呀，很危险。师父，刚才弟子在修行，没有听清楚你们在聊些什么，可不可以再重复一遍？金蝉子，你速去速回，让那猴子趁早皈依我佛，莫要一错再错。这么大，我去哪里找孙悟空啊？哎呀，不过还好啊，太白金星给了我一张孙悟空的画像，长得真丑啊，有道是路在嘴边。还是挺干净的嘛。尊者好。仙子辛苦了，这是您和紫霞仙子这几天的薪水。尊者太客气了，我与紫霞此来为的是修行，怎么能拿薪水呢？仙子，是我措辞不准确，不应该是薪水，只是些补给。那就谢谢佛祖了。请问这是我跟紫霞两个人的吗？是的，这是两位打扫长廊的记录，可以以此分发补给。敢问尊者，紫霞怎么打扫的这么少啊？哎呀，你跟紫霞身形接近，会不会是我记错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确实好像有些日子没见到紫霞仙子了。好你个紫霞，竟然敢留我在这修炼，自己去玩了。仙子息怒，这都是修行，你来此地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平心静气，不要让自己更加易怒吗？少废话，这就去把那个贱人抓回来。所以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打扫了吗？可是钱你已经收了。放开我！让你让你走！哎呀，没钱想吃霸王餐，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啊？滚滚！大兴救我！齐大圣有什么拽的？我六耳猕猴厉害起来吓死了！这位好兄弟，你先不要生气些。刚才听你说到齐天大圣，你是不是知道齐天大孙悟空在什么地方呢？不认识，不知道。
么生气呢？虽然你们两个看起来都是同类，但是好像你并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那贫僧告辞了。等等，丸子头都在讲这个齐天大圣，最后是谁呀？哎呀，他好厉害的，他跟你一样呢，是一只猴子，他叫孙悟空啊，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啊，连天兵天将碰到他都要打几个寒颤。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呢？孙悟空，他不是花果山上那只小石猴吗？一个香蕉，他现在发展的这么好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是他一定落叶归根的，离开天庭之后应该就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花果山。我真是出门遇贵豪啊，天上